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很多，有烦恼，有病痛，没有菩萨护持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看善知有没有做到的基本的条件啊，舍身也道。真正喜欢的人，真正修行的人，决定舍身也道具足。一般讲的上品舍身，正信、爱要、敬宗经典，又喜欢向别人介绍，叫宣扬敬宗。这样的人发愿求生净土，才得到世尊加持常时25位菩萨了护持这个人得到菩萨护持，身心健康。换句话说，本人是身心清净，这个身心清净呢就身心健康下头这一句重要，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那不讲冤亲债主不会找到你，你有护法菩萨，有护法神这些外面的人想附身，是想障碍你，是做不到的我们要相信，肯定我们都有25位菩萨护持我们相信他，他就存在；我们不相信他，他就离开了我们自己有方法来照顾自己，他神思就不必他照顾了。我们自己没方法的时候，他一定要照顾还是靠佛菩萨比较可靠靠自己麻烦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教了我这一招真正发心，出家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弘法利生，自心化他，就你的一生呢，佛菩萨都照顾你，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顺境逆境都是菩萨安排的菩萨安排的磨练我们顺境里面没有贪念，逆境里头没有怨恨在这个里头把烦恼习气都磨掉智慧就现前所以我们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每一天读诵经典，遇到事情的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来观察呢？全依经典教训不听信谣言。
不依其他经论标准，因为每个法门不一样啊，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理论跟方法不相同，我就依这部，我走的是这条路，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目的地都一样，都到达终极目标啊，可是我们不能用两个三个，这麻烦了，这就自己造成障碍了啊，走路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决定走通了，而且这个路是捷径啊，净宗跟其他的法门来比较，其他法门都是弯路，弯子有大小啊，这是一条直路，不是弯路，一定要晓得死心塌地啊。那么众生的麻烦这习气对于照顾自己这个妄念太深了，所以放不下了我们看到有些例子，人在得重病的时候啊，医院对他放弃治疗，告诉他你存活期间只有两三个月，回家好好就养吧，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时间不长了。他听到这个宣判，等于说宣判他死刑啊，他对于这个活在这个世间的绝望了啊，并不能治的。这一绝望的时候，才真正想求生净土，是没把没别地方去了。啊，一天到晚真念阿弥陀佛，真想求生净土。啊，念一段时期，身体没事，再检查并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的心呢，至心一处，专在阿弥陀佛那样的，把这身体忘掉了，忘掉就没事了。啊，常常念着身体，就是对身体的关怀，身体得到这个养分。啊，你害病，那病毒的细胞，它得到养分，它慢慢在生长，自身在扩张，就这么个道理。你把它忘掉的时候，一点不理它，等于说把它养分全部断绝，它死掉了。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就用这个东西来证明念力不可思议。这念念你会拐弯，啊，你决定不要去想它，它就没事。啊，越想越麻烦。啊，陈小旭是个好的例子，我们讲他不听啊，啊，一天到晚就想着我这病还能好吗，这就完了。我那个时候劝他，你念十善业道经，学讲十善业道经啊，你全部心的时候在听，我有个讲十善业道经带这个袋子让他听啊，不要想别的啊，一遍一遍的听，遍数听多了学讲，用这个来转移他的念力，那好办呐、啊。山西小院40多个人都转过来了，都没事啊，这么好的例子摆在面前啊，所以
念念放不下这个身体，身体终归要放下。啊，你念念不是在极乐世界，那就随业流转了。你造的什么业，你往哪里去了？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常常想着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一切随缘就好了，不要去想它。你的身心才会健康，佛菩萨才真加持你。那佛菩萨对你加持，你不加干扰。啊，我自己要想怎样怎样，这就是干扰。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不求在这个世间常住，尤其现在世间这么乱。乱世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多可怜啊，不值得再贪恋的，一切随缘。佛菩萨让我住世，我们就住世啊，住世劝别人修净土，我们就这一桩事情啊，寿命到了，佛菩萨一定来接我们往生。啊，那么还有一种人，往生意念非常坚决，我还有寿命不要了。行，阿弥陀佛也来带你走。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啊。我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我认为那里头至少有一半的人他还有寿命，为什么往生不要了？啊，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你不相信，不听他的，无缘，无能为力，啊，早一点往生。啊，阿弥陀佛，通情达理呀！啊，你真想提早，他就来接引你。啊，如果真有事，佛来接引了。跟佛告假，我还有事没办完，等我办完了，过几年再走，也行。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跟莲池大师同时代。啊，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他。啊，他一生心里想着《楞严经》，传到中国来，唐朝传来的。历代祖师大的注解楞严都是用天台家的三指三观来解释。啊，他认为这个不妥当。楞严经里头明明说的舍施用根。啊，那就不是三指三观的意思。他把这个事情向佛报告，是吧，他想重新做一部注解。啊，依《楞严经》佛所讲的这个，啊，来做一部，就是提倡啊，舍施用根。啊，阿弥陀佛同意了。啊，阿弥陀佛去走了，他又多住了几年呢，把这个事情完成。这叫生死自在呀！啊，想提早去行。啊，想办这桩事情再留几年也行。啊，你看多自在。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我们真的信佛，菩萨就护持了。
啊，相信呢，若人若非人。啊，人是人来干扰你，障碍你，啊，佛菩萨保佑你，啊，他不会来找你了。啊，非人，这里头有魔道，有鬼道，啊，有各种的灵，他来找你麻烦，啊，因为有护法菩萨保护，他没办法干扰你。行住坐卧，无问昼夜了，常得安稳。啊，你身心安稳呐！啊，身心安稳，妄念少，烦恼少，信心具足。啊，这都是佛力在加持。那这段文上所说的是名信受之大力。啊，我们能相信，我们能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你得到的利益了。啊，何去何从呢？其身四之。这是念老提出这个问话。哎，何去何从？希望你慎重好好去想想。佛弟子死心塌地依靠佛，靠得住啊，不能怀疑。啊，纵然遇到大难，啊，来想想，也能想清楚、想明白，这个灾难我应该受。啊，这是佛法里面所说，重罪轻报啊。我过去是不造这个业，就不会有这个果报。这果报现前，一定是过去生中造的重罪。啊，这就爆掉了。啊，往生没有障碍啊，是一心只求往生。啊，除往生之外，什么也不求。下面，佛名一棒之大海。啊，怀疑，谤是毁谤。该经佛语，还是《十王僧经》里面的话：“于后言菩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向忏悔，心怀诽谤，由是。”谤正法故，世人现身之中，来治诸我重病，身根不具，朦胧阴哑，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祸乃至死，堕于地狱。啊，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谁舍之名。啊，酒后得出，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极大苦。啊，长生下处，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知无信人中啊，莫说是经也。你看这么长一段经文，这个经文里头说得好啊。
我们要多多的读几遍的，把它读熟啊。啊，这大海啊，我们把它疏忽了。啊，怀疑、毁谤，这个灾难严重啊！啊，经上说，于后言菩提，这个后是佛的末法，啊，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说法的人少了，修行的人少了，正果的人完全没有。啊，在净宗，往生就是正法，修净土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不多。啊，什么原因呢？有疑有报。啊，净宗的人对自己修行没有坚定信心，对不同的法门就毁谤，认为我这个法门比你高，你不如我。啊，特别是遇到禅的，啊，遇到密的。啊，这个回谤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全都是佛说的。啊，佛说的经，你回谤他，就是谤佛。啊，回谤经典就是谤法，回谤那一些修行人，你就谤僧。回谤三宝，必定堕无间地狱。啊，你修这个法门怎么可以回报那个法门呢？不可以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学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头做榜样给我们看。啊，善财修念佛法门。啊，对于任何不同的法门，你看他离境赞叹，啊，他参访，啊，也想听听他们到底讲些什么。听完之后非常感恩，啊，拜谢，不学他，啊，还老实念佛，这个对呀。这是真正佛弟子啊！你看，佛教我这个法门，教他那个法门，跟我的不一样。我得听听他那个法门就怎么讲的。啊，听明白了，听懂了，我还是修我自己的法门，我不修他的法门。为什么呢？他的法门是佛教他的，这个法门是佛教我的。佛教我的，我走这条路。啊，我懂得他们的，我不迷惑。我知道佛有无量智慧，我们两个人根性不同。啊，佛教我走 学这个，教他学那个。啊，就跟我们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一样，私塾就一个老师。啊，学生学的功课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是老师呢看每一个学生的程度，啊，学习的进度也不一样，啊，两个人同学一门课进度不相同，啊，小学生着重在读、句读、
啊，句读啊没有念错啊，在背诵啊，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让你念十行，十行是200个字啊，古是古人的书，一面是十行，一行20个字，没有标点符号，所以无论哪个地方刻书啊、印书啊，通通是一样的，说第几页、第几行字都一样。啊，这也是科学方法了。啊，一定是念十遍就能背，这就是标准。要是十遍背不下来，减啊，念八行，八行还不行，念五行。哎，你看每个学生根性不一样，有人念五行的啊，能背五行，有人能背十行啊，还有人能背更多的，大概那个根性很利的，记忆力很强的，可以背600-700个字啊，这就是同样学一本书啊，进度不相同啊，啊，因材施教啊，啊，佛说无量法门，对无量不同的根基啊，只要是佛教的，你就不要改，你依照这个法门决定成就。成就是明心见性啊，都能明心见性，所以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怎么可以毁谤呢？啊，你这一毁谤，不就毁谤那一种根性的同学吗？就错了啊，你怀疑毁谤都是针对着三宝，这个罪就造重了啊。所以善财童子是互相赞叹，没有毁谤的，对任何一个法门都赞叹啊。你看礼敬赞叹啊，他想知道，不一定想学，就想知道啊，自始始至至终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我们要问，既然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法门？啊，学这么多法门是应该的。啊，为什么呢？圆满后得智。啊，你在老师会上一门深入，你学的是根本智。啊，根本智是得到自心本定。啊，自信般若智慧开了。啊，这个般若智慧是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清净心。啊，所以说般若无智啊，那是根本智啊，起作用呢，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后得智。啊，就是他一见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后得智。所以光学多闻，他无所不知，然后来教化众生，什么样根性的人，他都有方法教你，这高明呐！啊，这所以中国人讲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就这个意思啊。啊。可是根本重要，没有根本哪来的职业？
啊，所以这个路子就是戒定慧。啊，一切菩萨成佛都要用这个方法，没有例外的。啊，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疏忽戒律是绝大错误啊，不能成就啊。你在这个世间做一个佛学家可以，啊，在世界上做个佛学学者可以，啊，拿佛经去写博士论文行，啊，当个名教授也行，但是了生死出三界不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不能帮你断烦恼，也不能帮助你消业障。带着业障、烦恼、习气学佛法，所学到的就是知识。今天讲佛学知识，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是你自己意思。啊，开经偈上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是没有意思。啊，什么时候我们在经典里面看成都没有意思，步步经都没有意思，经就平等了，完全平等了。啊，是不是真没有意思？跟你讲或老实话，真没有意思。啊，那释迦牟尼佛讲经怎么讲出来的？对的人意思就起来了，人不在了，意思就没有了。啊，这就感应呢。啊，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啊，感妄心感心，但是应决定是真心，没有妄心。所以佛的经是从真诚心流露出来的，不是世间语言呢，不能用世间意思去解释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同样的一部经，同样的几个字，讲法无量无边，可深可浅。可长可短，一句话讲100天讲不完。啊，这就说明字字句句无量意。啊，先开悟才行啊！啊，学习的目标定在开悟，不是定在你记多少学多少，与这个不相干。那，中国古人不重视这个，重视开悟，啊，一悟一切悟了，啊，只要这本书开悟了，任何经典拿下来，你自然明了。啊，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不就是这样的吗？啊，他也算没听过经。只听过一次，五祖给他讲《金刚经》，三更半夜。啊，《金刚经》没讲完呢。啊，现在我们看看经文，大概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样子。讲到应无所住二心，他开悟了，开悟就不讲了，行了，后就不说了。啊，五祖就叫他赶快走路。啊，亲自送他上船。啊，那么他听别人念经，
听完之后他就会讲，啊，把意思讲给人听，啊，就有这个本事，啊，听他讲经的人容易开悟，啊，真正是有道心的人，你碰到他，他真帮你开悟。